这一球拉回来打在了游击区，林瑞君拿到球之后行进天传往一垒抓到第一个出局数。不错，跑传也不错，今天两次的守备机会他都把握得蛮好，三次了，因为上来代打，滚地球出现又找到林瑞君，这一次他处理的轻松，两出局。对，姜昆宇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林瑞君的守备是没有问题，这个四次守备机会，都掌握得很好。近几年受到伤势的影响，出赛数也比较少。这一球切到左半边的一个飞球，詹子贤掌握住了完成接杀。这场比赛结束，中信兄弟中场4-2击败了味全龙队，拿下这个三连胜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。德宝拉拿下了胜投，而布里汉则是吞下了败头，李正昌收下本季第5次的救援成功。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进到单场 MVP 的颁奖时间。